先生你好，请问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？哎呀妈，我以为我犯事儿了呢，问吧。请听题，英国的首都在哪儿？ A 伦敦， B 沈阳， C 太原街。你有病吗？我有没有病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请你先回答一下问题呗。伦敦。Congratulations， 恭喜你获得价值5000元的智能手机作为你的家庭梦想。来，拿着你的手机。真给哦、啊、谢谢啊。你准备把它送给谁呀、啊、送给我自己不行吗？当然不行了，都说了是家庭梦想，必须得送给家庭成员呢。有女朋友呗？上个月刚跟吴大伟跑了。先生太遗憾了，那我只能把它收回去再找下家了。再见。大哥你别的。你干啥？你等会儿。美女能做我女朋友吗？哎呦我的妈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抢我鸡蛋呢。是这么个事儿，他们整了个有奖问答，我答对题说给我一手机，现在没女朋友他就不给我了。助人为乐，你最好这么想。没问题，我是他女朋友，你把手机给他。大哥效率就是快，女朋友瞬间变出来。来拿着手机。大哥您现在可以选择拿着手机回家，同时也可以继续挑战我们的问题。咋的选择？问题难吗？一会儿大家都会。你什么学历？我蓝猫技校蛙的专业。继续答题。继续。请听题。好。北京动物园坐落在以下哪个地方？ A 北京， B 沈阳， C 文官屯。这不都废话吗？北京啊。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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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恭喜你又答对了。是吗？我们这次的奖品将是笔记本电脑一台。哇塞。您准备把它送给谁呢？送谁？送我爸。老爷子搁哪儿呢？老爷子吴孟达。吴孟达就我爸。爸你看他都乐了。大哥你爸范儿挺大呀。是这样的，您现在可以选择拿着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回家，同时也可以继续挑战我们的终极大奖。我想好了，继续答题。拿东西走人。等会儿，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？见好就收呗。终极大奖可是我们在北京市区3环以内精装修房子一套。真的啊？继续答题，答对了我直接给你当媳妇儿。今天这是要发呀。答题之前您需要交纳1000块钱的风险保证金。不就1000块钱吗？给他。如果不错的话，前面两个奖品悉数奉还。老公，我看好你，我兜里有，你先拿着吧。不用，不就1000块钱吗？给你，继续答题。请听题，在首都北京有一座世界奇观——长城。长城，哦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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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哥呀，啊，我题还没问完呢。啊，我问的是。长城上一共有多少块砖？撞枪口上了不是？我是蛙家，做梦都想给长城贴瓷砖。一共1795万块，不信自己干啥去？好嘞！哎呀，我高兴一会儿。好嘞！我题没问完呢，还没问完。我问的是，在这1700多万块砖上，有多少个人刻过字？分别都刻了什么？啊嘞！媳妇儿，喝的都是啥呀？哎呀妈，臭不要脸，管谁叫媳妇儿呢？大哥，谢谢你的参与，再见。老公，赶紧撤。哎呀，这喝的都是啥呀？大哥，还有题没？我还想答。